咱有个宁红宴，打团简单一点哈，晕个人就行了。没事，你看着玩呗，你就什么不玩什么。芒果的保姆开通的一个月钻粉，谢谢爱吃芒果的保姆 ，Thank you baby。我害怕。我没刀。你把刀给我，在这边。前面，找个甲，看能不能找个甲。死一个，在哪儿？哎呦，插歪了，怎么还能？地方，感谢芒果啊，谢芒果啊！我脸上，脸上一个武田，能来吗？能。勾到。哎呀！完了！我操，这被震得有点困难了，我觉得你的枪，我的枪给我。到我这。别急，他武田大招还没结束呢，别急啊。他武田身上还有大呢啊！我踢了。下一个，哪儿？哎，他他妈又跳后面去了，我天！我捡了。打个药，别急，他们没有能克制我的英雄。两队。死了，吃花回血啊！金刚伏魔了，哎，我准备上树天降了。上吧。地上的金包，我操！我开了。开了，都晕。两个金甲，这一队。来了。我操，三把紫钗刀，你们不要一把吗？我不要，我们上刀和破刀。踢到了，先刀。收到了。戳到了！啊！我怎么被秒了？我操！我去反！我交符了，我原地扔了个符。哎，被人交了，快走！这不是我交的，他怎么先我一步交了？快走！能死掉吗？完了，迦南可能救不到了。我给你个紫钛，来。受伤也是难去啊！哎，我出来了，出来了吗？来了。我帮你拆了，走。真的。死了两个，吃花，金甲。要到踢了，死了，吃花，看你玩哪个英雄，脸上有人，火男，没踢着，我这边来了，这边过去了。
点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在舔包，我踢两个，我直接开了，我直接开了。晕了，晕了，晕了。戳了，我操，给他跑出去了。我去追杀来了，我去追杀来了。我得去打个药，你们自己保命啊。拆他一下，拆他一下，别让他拉人就行了。我踢了他，只能追慢刀。在我脸上再打架，再打架，再打架！金刚附魔了，妖刀姬。说了，这两个金棍子呀，有人来了，踢了，我操，什么伤害啊？哎呀，凤凰与暴烈剑，守灵羊啊！我要不然我可以再给把金长剑，我还有一个。啥打野呀？我操！头上有人，头上有人，我这儿，我这儿。刚才那和尚，进来。是时候恢复。散射，散射，散射！爆裂锁灵羊。我直接开了，我直接开了，秒大佛，秒大佛，就秒他。我踢了他，只能追慢刀。啊，这过站了！老我操！那个老六虎刀在他妈……啊，两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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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不，一个一个，就一个，就一个。不是不是，又来一队。就好像是个老六。这人是我一狂。又来人了啊！这我慢一下。啥？这金刚刀。你们拿，你们拿。树上还有个刚才跑了的胡桃。我他妈站在盘子里被后面一个三段续死了，我你他妈傻。前面，前面，在我前面有一个，一个月山。勾到，勾到。看到。进了。月山。月山杀了，月山杀了。发给我吧。那追击胡桃，这追击就是那个胡桃啊，都到了，来了来了，就是这个必打死我，就是他吗？嗯，就是他这个，这么三段子，傻逼，啊，我这儿火男，火男和尚殷子平，打吗？可以跟，再跟。
接了，我直接开了，来来，能留下他吗？那很棒，你用夜大招多久？65了，65了，试两下，试两下吧。他们有红叶，他们有逆红叶，他们有逆红叶。我踢了，我激活一下。死了。红叶死，开大，我开大，我开大，我开大。有点快，有点。